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呢是2017年的6月1号啊，6月1号，那个农历是5月初7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嗯。Hello， 卢台长是吗？是。谢谢观音菩萨让我打通电话。请问你帮我看一下47年的猪。47年的猪是吧？身上的灵性要几看看他的健康。脖子。身上灵性要几张小房子，还有功课，还有图腾颜色，谢谢你。颈椎不好。什么？颈椎不好。颈椎不好。腰不好。腰不好啊。还有我告诉你，他的肺也不是太好。他经我告诉你，他的肺啊经常会喘气啊，喘得很累啊，很辛苦。你要多给他念，他现在身上有两个小鬼。两个小鬼啊。他以前时常钓鱼的。看见了不啦，我告诉你。所以他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会慢慢的身上长东西，就或者因为现在他有念功课啊，你可以开功课给他吗？你现在叫他赶紧要念礼佛五遍的。念礼佛五遍。往生咒叫他念，每天要念78遍。他念108遍了。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好吧，小房子嘛，就给他叫他念大悲咒心经啊，小房子就可以了。小房子他每天都有念了小房子。很好啊。我告诉你我告诉你，他本来有个车祸啊。本来有车祸。他本来有个车祸，应该让他残废。我看看是在什么时候啊。去年那么他的功课那个大悲咒那些要念多少？经常念吧，27遍吧。他现在念49遍，心经21，礼佛2遍。念经倒念得蛮好的，叫他再放点声，因为他钓鱼的人要放声的。好吗？请问你他图腾什么颜色？白的。白的哈。好。那么还有请问一个亡人哦，他是2009年过世，人可和，光荣的荣，秀才的才。何荣才。很好。现在念得很好。没有念到小房子。没念到小房子啊。对不起，我听不清楚。没有念到小房子，他也在阿修罗道了。要没有，他现在在哪里呢？请问。阿修罗道。阿修罗道。蛮好。我们没有帮他做什么。而且他非常有那个佛缘，不一定你要帮他做什么的。如果没有小房子出来之前，难道没人上天吗？你连这个都不懂啊。不是你念下去，人家根基好，活着的时候做好人做好事，对不对啊？不过他是自杀的嘞。他到阿修罗了呀，所以他上不了天呀。那还需要念小房子吗？你们到现在没给他念过是吧？他的样子吗？没给他。我问你，他死掉之后，家里人有没有给他找过做道场的人，找和尚啊，给他念过经啊？只是办丧事的时候有找和尚，过后就没有了。好嘞，这还不懂啊？不就是这点，还有这点福德吗？他是冤枉死的。那我们还需要帮他念小房子吗？我看你们这点功力念不上去的。如果哪一天他做梦叫你们看到你们了，你再帮他念，
如果他没有托梦，听得懂吗？我现在等于现在帮你们查了一下，看见他，他如果托梦找你们，你们就给他念小房子，没有托梦就算了。我也没有问他到底要不要小房子，因为像这种事情我不想多参与的，明白了吗？嗯，你刚刚不讲我都知道。嗯，听得懂吗？不是太好了。 好不是还有请问你51年的兔有没有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没有。嗯，要几张小房子？没有灵性。哦，没有啊。小房子就到功课多念点礼佛就可以了。哦，小业障。因为这个51年的兔是我本身哈。我本身我的功课是49遍大悲咒，21遍心经，3遍礼佛。嗯，然后小咒哈21遍。嗯，可以，没问题。礼佛念5遍吧。哦，你。嗯。哦，念5遍。还有，请问卢台长哈，我不能问了，不能问了。嗯，时间了。还有，好了，你可以不可以了？好了，再见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再见，给人家问问。谢谢，感恩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喂。啊，师傅啊，我系香港打嚟噶，嚟睇图腾噶。哦，你好啊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嗯。阿师傅啊。啊。我识讲广东话，唔识本讲国语嘅。我系62年出世，属虎嘅，5月出世嘅。你帮我睇下，我个肚咧成日好唔舒服，成个人都唔舒服啊。哦！你的头很不舒服是吧？嗯嗯。系啊系啊，个头唔舒服啊系。你是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2年，62年。62年属。62年系啦。属什么的？属老虎。老虎，我看看啊。系，哦，啊。你也属老虎。啊，你有掉过孩子？嗯。有啊。啊，你现在的孩子啊，老趴在你头上啊。嗯。趴在我头上啊。啊，你要给他超度走，不超度走，他一直叫你头痛啊。嗯。哦。因为你这个头痛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很长时间了。嗯。系啊，系啊。啊。阿师傅 啊，我有冇俾人落降头啊？我睇睇啊。嗯。哦，3年前。吓。3年前被人家下过一次杠头。哦，下过啊。啊，所以你在3年前的时候啊，3年前啊，你很倒霉啊，非常倒霉啊。嗯。系啊。啊，而且工作也没有啦，啊，而且呢自己的腰又痛得嘞不得了。嗯。是啊是啊，3年前腰痛啊。啊，看见了吧，被人家下过杠头嘞。哎，有的。是啊，有啊。啊，那我现在要怎样做啊？你现在要多念经啊。哦。多念经。啊，而且你烧小房子要烧84章。84张小房子。嗯。哈，啊。好吗？我而家阿师傅啊，我而家俾人控制住啊，佢咧成日放啲昆虫嚟我屋企啊。哎呀。嗰个衰人啊。哎呀。系啊。这个坏人把那些虫子都放到你家里来了。哎呀。哎呀，我看看啊。哦，瘦瘦的一个男人。嗯。是呀，是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我告诉你了，你赶快念姐姐咒啊。哈。你再不念姐姐咒的话不行的，听不懂啊。哦，解决咒啊。啊。有啊，我都有念啊。念几遍啊？念几遍。49啊。49遍是吧？嗯。嗯。好好念了。好吧。哎呀，我佢咧，连我屋企啲人都整到啊！佢是啊，你要记住了，如果一个人给人家下杠头的话，你自己身上没有菩萨保佑，你当然都被人家整倒了啊，对不对啊？哦，你如果你自己有菩萨保佑的话，别人整你就整不倒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所以天天要磕头，要念经。你求菩萨要求观世音菩萨，多求观世音菩萨，明白吗？要
有喎、哦，係啊，有。誒、阿師傅啊，我屋企咧，佢放啲眼啊、烏蠅啊、蜜蜂啊嚟我屋企啊，咁我要點做啊？你，我问你啊，你是到底是做梦还是真实的？真系真系。啊，他真的是这么搞你的话，你要搬家了。嗯。要搬家。啊，你如果被他这么搞，说明你跟他的冤结已经很重了，所以你只能搬家了，哦、因为你解决不了问题，只能搬家。哦，咁啊。啊。我屋企人唔顺啊。你记住了，你家里不顺利的话。就如果他这么搞你的话、啊、一直搞下去的话你会越来越不顺的，所以你必须要自己想办法、哦、一个呢就是拼命念经、哦、增加自己的能量、啊、power、啊、还有一个呢、哦、就是呢烧小房子来化解冤结、哦、明不明啊？嗯，是是是，你如果不化解，师傅啊，我个肚是不是有些东西在这里啊？我肚里面经常叫啊，咕咕咕咕咕，我告诉你，因为香港有很多同修都是头痛的，哎，一定要懂啊！因为东南亚一带都非常，啊，非常相信那种啊下杠头啊，所以呢，他呢当面搞不倒你呢，他在背后搞你啊，叫鬼搞人的、啊。所以他们这些人就是用这种方法，所以你一定要坚强，自己要有能量，要有菩萨，所以你天天大悲咒念几遍呢？我念21篇，61。太，21遍是吧？是呀、啊，是呀、啊，二十一遍加了，要增加了，嗯嗯。要增加。啊，增加到29遍吧，嗯。29。嗯。哦，29好啊。好吧。还有啊，阿师傅啊，我厨房啊有只唔知有啲乜嘢喺度啊，咕咕咕，我厨房下边啊。啊。你帮我睇下个厨房好唔好啊？我看看啊。吓、啊，我个厨房系啊。哎呀，水斗下面呢、啊？哈、啊，水斗下边还啊，还呀还呀，水斗下面那个鬼呀、啊，他在讲话，在叫啊，哎呀，哦、就这个要当心啊，这个是一个动物的灵性啊，嗯，哦，动物的灵性，你给念17张小房子，哦，明白吗？喂，阿师傅啊，哎、啊。要念几多篇啊？19张小房子。19张啊？19。男咩？不，就是英文叫19，就是19张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哎，一啊一十九张，嗯。哦，19张。哎，19张。那狗都出来了，19张啊，狗都出来了。咁我念我自己先啊，定系厨房先啊？啊，你现在自己也要念，厨房也要念，一起念就可以了，好吗？一起念。啊、嗯，好吧。我屋企人唔顺啊。OK， 唔顺啊，念了之后就顺啦，听不懂啊？是不是啊？得不得？知不知啊？你啊？嗯。哦。OK 啦。即系个厨房啲嘢系真系有嘢喺度啊？嗯，一个灵性啊，一个动物的灵性，它、哦、会叫、哦、叫得跟你刚刚一样。哦。好了吗？对我屋企人嘅个生命啊。没有生命影响，死不了的。没有啊。死不了的，啊、好好拜观世音菩萨，死不了。好了，不能再讲了。是不是 啊, 啊, 啊师傅啊，你帮我看一下我个头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，身体已经跟你讲了，打胎的孩子赶快念掉好吗？哦，赶快念、啊、好了再见了、嗯、啊，好啊，谢谢，感恩谢谢，感恩、啊、好、嗯、好吧、嗯、哎呀，不好好学佛啊，真的什么都不懂啊，人很可怜的、啊、哎，喂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喂你好啊，是台长吗？是。看图腾啊，是吗，台长？对对，看吧。我想，我想问哦，71年的猪哦。71年的猪啊。啊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想看什么？看身体啦。71年的猪啊，想看身体。嗯。
我告诉你，第一，身体非常的虚弱，嗯、经常生病，哦、肠胃不好，哦，还有两腿没有力量，腿呀、啊，腿呀、啊，两个腿呀、啊、没有力量啊。还有啊，我的走楼梯，我的腿很痛。对呀、啊，走楼梯的，你走都走不动哎，明白了吗？还有，我想问台长啊，我的小孩走了没有？你几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七年猪的。七年的猪。我看看啊、哦，你还要念二十三章。给小孩子二十三张。对，还要。现在他、哦，我看你不止掉过一个，嗯。对对对对。啊，对对对。有三个。啊，三个，他现在跑掉两，跑掉两个了已经。现在已经两个了哦。两个已经跑掉了，还剩一个了，嗯。啊，师傅师傅，我想问一下啊，一个王人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爸爸啊、叫什么名字？王。王三三横王的王啊，有朋友的有啊，长吉长的长，什么长啊？吉长吉长啊。长叫吉长，什么长？经常的长啊？不是，就是那个平常的长啊，平常的长啊，龙凤呈祥的长啊，祥。龙凤呈祥的祥 啊就祥了啊，叫再从头再讲一遍，什么祥啊？叫王有祥。王有祥，有朋友的有是吧？啊，朋友的有。你给他念了多少张小房子啦？我给他念的很小啊，我不知道他现在，他我没有梦过他，他是1999年走的。我看看啊，我想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。我看看在哪里。你爸爸是不是眼睛不是很大？眼睛不大，眼睛都大，不是太大。一般呢？啊，头是不是瘦瘦的？嗯。啊，他是瘦瘦的啊。对不对啊？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啊，鼻子蛮大，嗯。鼻子大一点，对对对。啊，对对对，还有两块颧骨一点点突出。眼睛下面，好好好，哎，好好 好，阿修罗，嗯，他在阿修罗道，嗯，看见了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再见了。啊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了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七一年的猪。七一年的猪，嗯，图腾颜色，白的，白猪，嗯。白猪，好，谢谢师傅，好了，好了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哦，你好，台长。你好，嗯。哎，你好，台长。啊、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，我想让你看一下我老公，然后他是1992年属猴的。想看什么？啊，图腾，我老公1992年属猴的。想看身体还是前途还是婚姻还是看什么？事业吧，因为他是厨师，我们想改行。我看 看往哪方面发展。我看看啊，嗯，他呢是这样的，他呢现在呢目前呢，厨师归厨师啊，他人还是挺好的，很愿意帮助人，但是呢他的脾气不是太好，经常发脾气，明白吗？嗯。他有灵性吗，台长？有啊，他当然有灵性。你最好以后叫他改成做点心师啊，什么东西的，嗯。哦。或者以后。他想去。他想去哪里啊？你告诉我呀，做素食。他也没有什么手艺吧，也没有学问，什么也没有。然后我们想着以后去干那个装修。我看看啊，嗯，装修也可以啊，嗯，装修也可以是吧？其实装修叫他弄油漆啊，他油漆很行的，他油漆啊，嗯，
啊，油漆。啊，它油漆挺好的，嗯。就是往这几个方面发展会好一点，对吧？对，它能赚钱，油漆绝对能赚钱。嗯。啊，油漆。那他这个身上灵性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，台长？蛮多的，要69张。因为他这个，49张。嗯，你等等啊，我在他身上看见个女人，我看看是不是你啊？我讲出来样子像不像你啊？好吗？个子不高，瘦瘦的脸。头发是短头发，稍微偏长一点点，眉毛眼睛很清秀，但是眼睛不大，双眼皮，鼻子比较长，嘴巴不是太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呀、啊，小丫头。是的，我听你的描述应该是我。啊，那就说明他心里有你，他外面没有。灵性就好了，明白了吗？他这个，他从小3岁的时候，他现在是有一个眼睛是看不到的，完全是一眼。我想着是不是跟他妈妈打胎的孩子也有关？我看一下啊。哎，好。右眼睛哦。对不，我婆婆她打胎好几个孩子。几乎看不见。不是对吧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你让他赶快许大愿，他的眼睛还有救。他这个是小的时候，现在就是说已经我看不到以后，然后现在装的是一眼。哎呀，真可惜！如果当时不要来不及一眼的话，他还是能看见的。哎，真的很可惜。喂，哎呀，电话跳掉。这的线路不是太好，打进来就容易跳掉。我台长呢，就是帮大家分析一下啊，你知道吧？眼睛啊，如果一个人的眼睛不好的话，跟他的上辈子有关系。你去看，如果这辈子眼睛不好的话，看不见的人跟上辈子。做错很多事情都有关系的啊！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眼睛经常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事情，你的眼睛就会有问题。哎呀，所以呢，眼睛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这辈子也是的，你如果经常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，你下辈子有可能眼睛就看不见。所以头六道轮回里边，这眼睛是很讲究，因为心明眼亮，因为眼睛就代表你的心了。所以人家说眼睛亮的人心脏就好，眼睛啊浑浊，而且呢畏雾畏光，这种人的眼睛呢，他就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，所以呢说明他的心脏就有问题，所以很多医生啊他都会看人家眼睛的，所以希望大家要多增长知识，所以呢你在佛前呢多放油啊油灯啊，你的眼睛会很明亮。心脏也会好啊，你在佛前多献花，你人会长得漂亮，你多磕头，你就会啊心想事成啊，你多拜佛，你的心和佛就合一，你多跟菩萨行礼，多跪拜，你的关节也会好起来。所以台长呢跟大家讲了，过去啊人家说啊拜佛啊拜拜拜拜，把腰都拜好了啊，把关节都拜好了，因为他关节活动啊，他整个人从头血脉啊，你腰弯下去的时候，他的血液循环从你背部一直疏通你的脊柱，疏通到你的大脑，所以头脑灵活的人血脉就啊比较啊就比较啊兴就是比较兴旺了。所以你去看吃完饭为什么人想睡觉，因为一吃完饭之后他的血液啊就慢慢到胃里去帮助消化，因为胃黏膜要动嘛，所以他血液一下去之后，人的大脑就会疲倦，所以人就会睡觉。所以很多人吃完饭就眼睛就想睡觉，再打午睡嘛过去。所以呢有，如果你经常拜佛，你的血液就循环得很好，
血液循环很好的人慢慢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。好了，听众朋友们，没办法，所以这个世界上要为什么要度更多的人，因为有很多人真的活在世界上太自私了，所以才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啊，官司啊，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好好的修心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，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。